远东百货花莲店周年庆活动从20号开档，13号开放会员预购。而今年除了引进10大品牌，也重磅推出最高回馈19%的超杀优惠，消费者只要完成指定任务，有机会把电动汽车骑回家。那这个呢是日本机能的 EKS 除臭发热被，它原价要8500元，在周年庆的第一天只要2500元。远东百货花莲店周年庆活动将从20号开打，并在13号开始开放会员预购。而今年是逢远百花莲店13周年，除了新引进10大品牌，也重磅推出最高19%的超杀优惠。那这次的活动真的是琳琅满目，非常的多优惠活动，可以说是这13年来可以说是最强的一次。为什么说最强呢？以前呢、大家听到周年庆的抵用券，可以说到16%、17%，其实就算是已经非常高的一个回馈了。但今年呢，光是抵用券如果你是远东百货 APP 的会员，可以到达19%。为了这次的周年庆我们做足了几乎快要一整年的准备然后从台北起码找了将近10个新的品牌进驻到我们的花莲原百。那我相信我们这次在周年庆，不管在商品上、商品结构上，从化妆品、女装、餐饮、家用家电，都会有一些新的商品、新的东西介绍给花莲的乡亲们。那我们这次的回馈，除了我们看得到的2200、5500的回馈以外，其实我们的回馈高达了19%。那为什么会到19%呢？那就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像银行的回馈，还有10000送200的回馈。还有这次破天荒的全馆可以50000送800，这是其他百货公司很难做得到的。除此之外，活动期间原百在每个周末也安排了各式的特技表演，只要完成指定任务，还有机会把电动机车骑回家。另外，设置在1楼的俱乐部主题展览，从27号开始也将引进花莲第一家韩式拍贴机，让民众不用出国也能体验到正港的韩式风格。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